慢着，我们部落的族人，我现在为各位邀请到我们课本里面那个作者名作家 Sakiru 来帮你们讲几句话，鼓励你们啊，你们好好努力啊，我们欢迎我们的 Sakiru。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，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看到大家啊，我真的是 Sakiru， 不是你们老师从路边找来的演员，或者长得很像 Sakiru 的，不是，我真的是 Sakiru， 然后今天有机会来海淀国小，然后来演讲，然后今天我想要送给各位孩子们一句话，就是生命可以不一样，生命可以很宽，它都因为你自己愿意去改变，世界就可以因为你而不一样。这个世界要的是热情，然后坚持，不是聪明才智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 Sakiru， 谢谢 Masaru。